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萌鹿玩具欧罗大陆。来到最新剧情，魂师大赛终于到了尾声。唐三因为使用服役轮回魂力耗尽，所以昏迷到底。而在宁风致的好心救治之下，小五身上的相思断肠红掉落了。瞬间在场的多名封号斗罗都感知到了小五魂兽的气息，这一次小五十万年魂兽的身份彻底暴露了。而比比东身为武魂殿教皇，他是最想抓住小五的人。十几年前小五母亲死在他手上，小五成了一条落网之鱼，这一次比比东肯定不会放过。在此前的剧情中，比比东看到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矛，眼神就已经流露出杀意。毕竟对于比比东来说，蜘蛛类的魂骨对他加成更大，而这一次比比东对小五这只十万年魂兽也是志在必得。只是他没想到的是，唐昊竟然也现身武魂殿了。除了菊斗罗、鬼斗罗、比比东以外，武魂殿还派出了四位长老，四人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，联手挡住了唐昊的昊天锤。加上在场的剑斗罗和毒斗罗，小五的身份曝光，这引来了十位封号斗罗齐聚。看来十万年魂兽的吸引力真的大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